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江苏扬州始发，一路北上，直到天津和胶东半岛。在建设过程中，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空前艰巨的挑战：如何使北上的长江水在1000多公里的输水路途中不受污染，如何使沿线污染严重的水体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系统性治理。与此同时，在南水北调中线，人们必须为另一个巨大的威胁付出艰苦的努力。为保护丹江口水库这一中线水源地近300亿立方米洁净的水体不被污染，他们必须想方设法防治各类污水和泥沙继续流入这一亚洲最大的人工水库。这是一项宏大而系统的环境治理工程，将关乎着南水北调这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的最终成败。人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与梦想？2002年12月29日，就在南水北调工程宣布开工后仅仅2天，位于南水北调东线调水源头的扬州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由于水质污染，扬州邵伯湖水域内的10多万斤鱼虾死亡，湖区生态遭遇灭顶之灾。消息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因为邵伯湖距离东线工程的引水点江都水利枢纽仅仅10公里。在东线输水线路最北端的受水区天津，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惴惴不安。东线工程最终引来的难道会是连鱼虾都无法存活的污水？天津虽然极度缺水，但对远道而来的长江水却一直忧心忡忡。天津同志们来说，你调来对这个东线的植物缺乏信心，觉得你调来水以后，我的这污水调到天津，不但不能在解决水资源短缺，还增加了水污染。天津的担忧有充足的理由。江苏淮安水利设计院的朱志兵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他陪同天津的专家组考察南水北调东线水质时的情形。对他来说，那是一次尴尬的经历。现在我们船走上面没有什么，当时船走了以后，下面全部是一条黑龙，一条黑带。当时那个天津那个专家就说：“哇，这个水这么脏，我们是不要用这个水的。”当年他们考察的地点是南水北调东线输水线路中的李运河段。李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穿越淮安老城区的那段河道。当年完成京杭大运河浩大工程的隋炀帝泛舟运河时欣然赋诗：“潮鱼食月浪，沙禽鸣玉飞。”清朝康熙皇帝下江南时对京杭大运河的美景也情不自禁地赞叹：“淮水陇烟夜色横，楼压不定树头明。”诗句里出现的潮鱼楼鸦，透露出当时运河两岸景明水秀的自然生态。直到上世纪70年代，京杭大运河的水还可以直接饮用，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到南水北调工程计划开工前，运河水质已沦为劣五类水，几乎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脏的水。遭受污染的不仅仅是里运河，整个东线1000多公里的输水沿线水质大都遭遇这样的境遇。南水北调东线是从江苏扬州的长江口取水，利用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河道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和天津。东线的主要输水线路穿越经济相对发达但污染严重的江苏、山东境内，这里还是污染异常严重的淮河流域下游，输水通道又与沿途众多的河湖水系相通，而这些湖泊河流水系大多污染严重。东线这个运河的整个水质啊，如果用监测断面这个监测的结果看，大概黄河以南地区啊，当时有36个监测断面，达到我规划，就是地表水三类规划这个水质目标来讲，只有一个断面满足，其他的都不满足。特别是山东省这个境内啊，那个运河的水质啊，基本上都在五类或者是劣于五类。咱们知道劣五类的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功能的，就不能用了。水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仅是南水北调工程遭遇的困境，也是当时中国亟待破解的难题。在世纪之交，对于已经持续2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正逼近极限。2000年7月，太湖爆发大面积拦藻，几乎成为一湖废水。2004年7月，从上游奔腾而下的污水横扫淮河，形成长达133公里的黑色污染带。生态事件频发，污染险象环生，但江河湖泊仍旧每年接纳着400亿立方米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相当于黄河一年流入大海的水量。污染触目惊心，但调水却刻不容缓。南水北调这一巨大工程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战略上得到了国家的充分重视。2000年，早在南水北调工程研究论证阶段，国家就确立了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强调对水生态的保护和输水沿线治污是工程成败的关键。因经济发展而导致水体污染，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后普遍遭遇的问题。在中国的近邻日本，高速发展的工业与经济一度使被称作生命之湖的琵琶湖几乎沦为死湖。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是东京、大阪等城市1400万人的主要饮用水源之一。然而，上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琵琶湖遭遇大面积工业污染，水质严重退化，湖水发黑变臭，多次爆发震惊全国的赤潮和水花。1972年。日本启动了规模庞大的综合治理工程，前后历时30多年，耗资185亿美元。最初の30年ぐらいはあまり効果が見えなかったんですよ。
ですから本当に効果が見え始めてきたのは1990年代、25年ぐらい経ったんですよね。下水処理場ができて、管路が出来上がって、で汚水が入ってきて処理がなされてというのに10年ぐらいかかるでしょ。でそれで実際に汚濁の負荷が下がってきて水質に目に見える効果が出てくるのにやっぱり10年ぐらいかかる。水体污染容易，但治理恢复却异常艰难。中国的南水北调工程治污任务更加繁重，人们要将大量的五类劣五类水净化到三类水，也就是要把我们肉眼所能见到的最脏的水治理到饮用水源的标准。如此巨大难度的工作却要在10年时间完成，而10年对治理严重的水污染来说太过短暂。但2013年东线通水的时间节点已经确立，工程完工通水的时候，也就是水污染治理达标的最后时刻。这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南水北调治污工程的难度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经验。整个东线工程治污的最难点集中在一个叫做南四湖的地方，而仅仅在几十年前，这里的湖光山色还令人心驰神往。南四湖，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的淡水湖，由微山湖等四个湖泊组成。其中微山湖面积最大，京杭大运河就从微山湖的中央静静穿过。然而微山湖的风光却在逐渐走向记忆。在南四湖3万多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内，流入湖区的河流多达53条，这些河流附近密布着草浆造纸厂和小化工厂，大量工业废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河道，再顺着河流输入湖中。每天54万吨工业废水、14万吨生活污水正浩浩荡荡地排入湖区。当年的情景让渔民杨成超至今仍心有余悸。从那个微山岛的西部都是那个褐色的黑色的水一直冲到我们扬州去，整个这一片全部是黑色褐色，那个快艇开过去后面有那个白色的气泡，那个泡沫一天都下不去，所有的鱼虾蟹都死亡了，那个鱼虾蟹也没有，也鸟都没有了，所以说当时这个地方寸草不生。南四湖是南水北调东线上最大的调蓄水库，被称为东线之肾。治理南四湖的污染就是要治理湖泊以及汇入湖区的53条河流，所涉及的流域面积差不多占整个山东省面积的20%。而南四湖又是个封闭的湖区，没有出口，周边的废水污水都只能汇入湖区。但是这个调蓄东线输水水量的天然水库治理目标就是让水质必须达到饮用水源地的标准，这等于要将17万亩相当于50个昆明湖面积的污染水面高度净化。当一位领导同志问我，你看怎么样啊这件事情，我说几乎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的事情也要做呀。迎难而上，这是山东唯一的选择。攻坚战的突破口聚焦在了造纸行业。在南四湖流，80%的水体污染来源于工业废水，而工业废水中又有80%来自造纸企业。山东决定把造纸行业的污水排放标准提高4倍，这引起了造纸行业的强烈地震，因为这个标准意味着几乎所有造纸企业无法盈利，甚至面临倒闭的命运。新标准草案一经推出，就迎来一片反对声。在环保部门与企业第一次座谈会上，一家民营纸业分管环保的副总经理李继飞忍不住拍了桌子。这个压力是当时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想象的，就根本没有前景。会议上，环保部门反复强调，治污可能会死，不治污将来一定会死。李继飞只能背水一战了。他硬着头皮说服老板，关闭了最赚钱的麦草纸浆生产线，并投入了100多万元上马了一套治污设备，开始了他自己完全摸不清方向也不知道结果的治污实验。但新的治污设备依然无法达到排污标准，100万元的投资打了水漂。治污技术迈不过一再抬高的排污门槛，李继飞难免沮丧与懊恼。就在这时，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由于设备老化治污不利，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国营老厂济宁造纸厂被迫关停了。眼见老大哥如此悲情的离场，大家深感无路可退。如果污水处理技术无法取得突破，造纸企业都将面临关停的命运。对造纸行业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我给领导讲啊，我说最极端的情况啊，就是8年之后山东的造纸行业真的垮掉了。他们的给财政的贡献大约有10亿。我说舍不舍得这样做，当时领导给我的回答非常坚决，不要讲是10亿，再多也值得。在企业苦苦寻找治污出路的同时，政府组织的各路公关也在齐头并进。刘博和他的团队针对造纸污水深度处理技术展开研究。造纸企业废水难于处理，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水中含有大量木质素，木质素降解的速度非常慢。打个比方，我们放一块馒头，或者放一块肉，放到这个土壤里边的话，一天两天它就被降解掉了。但是你要埋一块木头，那可能1个月、2个月，甚至是1年、2年，它才会被降解掉。刘博的团队开始在实验室验证他们的技术成果，如何降解木质素的科研攻关，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他们的灵感来自自然界中的真菌。真菌在降解木质素的时候呢，它得把木质素打得足够小，然后呢，它才能吃进去。它的方法呢，就是它分泌一种酶，然后的话呢，在这个氧气或者是过氧化氢的作用下呢，逐步变成小分子，这样它就可以吃了。刘博团队的研究成果
帮助和启发了很多企业，使他们成功跨越了污水处理技术中最艰难的一道关卡。听从打许可了，泥水一分离了，再待上一段时间，然后这上面的这个上行也就比较干净一点了。这个泥一压住，熬了这么长时间，才算是成功了。当造纸废水处理突破技术屏障，李继飞所在的纸业公司又同时建起了中水资源化工程。按新排放标准处理的尾水已经达到鱼类能够生存的标准。重压之下，山东造纸凤凰涅槃般完成了结构调整和转型。2013年，在全国造纸十强企业的排位中，山东占据了一半的席位。与造纸行业一样，山东所有的污染企业都在进行治污与生存的角逐。然而，逐渐展开的大规模治污必然面对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地方经济的承受能力。企业治污已竭尽全力，但还是无力跨上水质标准的最后一个台阶。但时间不等人，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按计划在推进。2005年9月27日，南水北调中线川黄工程开工建设。2005年12月31日，南水北调东线济平干渠工程试通水成功。水污染治理达标的杠杆，就像生死线一样在逼近。山东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即使水质达标，又让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足以承受。2004年，山东大学的张健和他的研究团队进入南四湖，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找经济实用的办法，利用湿地消减水体里残留的污染物，完成南四湖流域大规模治污接力赛跑的最后一棒。当时接到这个人工湿地的任务的时候呢，认识到它的是一个挑战，因为大规模的人工湿地的应用呢，在国内和国外呢还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一个经验。大规模人工湿地没有潜力可循，而南四湖每年要净化的水量是几亿立方米的巨大规模，并且对水质要求又很高，所以人工湿地能否精确地完成净化水质的任务，谁也不敢确定。而张健课题组必须回答。历时3年，课题组最终筛选出几套由水生植物组合而成的治污方案。他们试验的结果显示，通过人工湿地净化后的水体已经大大优于南水北调要求的水质标准。现在时间是多少？时间7:50。7:50不到呢，我们关灯了。2013年5月，张健团队再次来到新学河人工湿地。在上百亩湿地上获得的成功试验，早已经放大到上千亩的范围。
大规模人工湿地的水质净化功能是否持续稳定运转，他们要实时追踪查看。这什么呀，同志们？哎，老师发现了三棱草。哦，三棱草，这是水草。三棱草也是停水植物的一种，那么它一般是在水质情况比较好的情况下才能生长，这也是我们在湿地的出水端才发现比较多的三棱草的一个原因。给你摸一个。进入南四湖的河流入湖口开始逐渐被改造成蒹葭苍苍的湿地，这些面积总计14000多平方公里的人工湿地，每年净化着2亿多立方米的河水。在南四湖流域治理的同时，人们还必须应对另一个挑战，城市污水。夏青，国内水环境治理专家，他曾主持过淮河流域、太湖流域的水污染防治规划。一般下水道里来的水没这么厉害，你看很快就澄清了。治污经验丰富的他此时承担着一个更为艰难的课题，为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进行总体规划。夏青和众多专家组成的规划组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设想，在输水沿线城市建造127座污水处理厂，使全县污水处理率达到80%至90%。南水北调工程江苏段建设的阶段正值沿线苏中苏北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时期，所以在治污环保方面面临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先后投入了110亿元，完成了14个治污单元，102个治污项目。伴随着设想的实施，在苏北的工业重镇徐州，人们建造起9座污水处理厂，每天将40万吨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成为达标排放的尾水。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如此巨量的尾水需要找到适宜的出路。当时提出的规划内容叫做清水廊道，就是说这条干渠要变成清水廊道，而廊道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污水呢，即使制到非常高标准的水也不进，要调走。清水和污水各自有自己的通道，污水异地集中治理，专家们设计了在输水沿线城市建造对尾水进行拦截、回收和导流的庞大体系，中水截蓄导用工程。淮安城下，一个复杂的管线网络开始投入建设。快点开会，高高！这个工程将里运河、大运河两岸的污水排放口全部截断。污水通过重新铺设的管道被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处理后的尾水通过独立河道排往海边。这些具备正常使用功能的水资源又被沿途有效利用。截污管线在古城地下慢慢生长，最终将形成一个长达20多公里的地下管网，接通全城各污染点的排污口。2011年12月，淮安的中水截蓄导用工程投入使用，城市中的污水从此和东线输水渠道彻底绝缘。
当年让天津考察团失望的李运河，船尾再也带不起一条黑龙了。我就跟天津同志说，我说你们组个团去考察一下，考察回来你们就有信心了。结果他们就去看了，看了回来以后果然信心大增。后来在所有的会议上，天津同志都讲东线的水我们要。与东线相比，中线治污在更加广阔的地域展开。湖北省十堰市距离丹江口水库最近的地级市，在汇入丹江口水库的12条主要支流中，有10条流经十堰市境内。这些河流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穿过城区的神定河，污染的河水就曾被当地人形容为免费墨汁。十堰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他们担负起了更重的责任。首先治理企业，从源头截断污染。阵痛莫过于黄浆产业，企业全部关停。丹江口库区的黄浆是提取一种药物元素的优质原料，但生产过程污染严重，以至于加工黄浆的生产地打出的井水都像茶水一般，各种技术手段也无法使污水处理达标。在中线，湖北、陕西、河南上百家黄浆企业几乎全部关闭，一个产业就此消失了。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我们统计光中线水源区就关闭的企业就超过了1000家，那连中线的东线总共有2000多家企业因为南水北调提前关闭。在这个过程中啊，当地也做了一定的牺牲。但仅仅完成企业治污还远远不够。为减除日益凸显的城市污染，十堰这个老工业城市开始了对老旧排污通道的疏通清淤，同时建设新的管线和污水处理厂。在中线水源区共新建扩建污水处理厂174座，垃圾处理厂由1座增加到98座，覆盖了水源区所有县级以上城市和一些重点乡镇。2007年3月7日，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大坝开始进行大规模混凝土浇筑。当大坝加高后，丹江口水库将拥有近300亿立方米的巨量洁净淡水。这是南水北调中线的调水水源地。但这片浩瀚的水域并非绝对安全，还面临一个重要威胁，水土流失。丹江口水库80%的水量来自汉江，汉江地处秦巴山区，这里沟深坡陡地薄，一遇暴雨往往发生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同时泥沙滚滚而下。为治理水土流失，2006年2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污染防治和水土保持规划。在汉江中游的安康，人们正在进行南水北调坡改梯工程。这项工程
就是把坡度在25度以下的坡耕地改造成梯田，以减少水流对坡面土壤的冲刷。而坡度25度以上的坡地不再耕种，改植林木。截至2014年3月，河南、湖北、陕西三省43个县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7万平方公里。8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规划任务的80%以上。青山坡地保护着一江清水，也保护着山里珍贵的土地和人们的安康。对丹江口水库的保护，沿着汉江一直延伸到它的源头。这天，张云辉带着干粮去往大山深处。自从被推举为村里的护林队长以来，每年春季和秋季他都要上山巡查。张云辉顺手修剪的这些树是人工种植林，这里之前是耕地。国家实行了退耕还林政策后，深山陡坡上的耕地大多被退耕还林。自己队里的村民是不是按时间把该退耕的田退了，有没有及时种上树，树木成活情况如何，张云辉要一块地一块地挨个检查。看主要检查这个树苗，树苗的成活率，再一个看看它这个有缺了苗的，回来通知农户去补栽。退耕地散落在好几座大山里，巡查一次，张云辉要跋山涉水走2-3天。张云辉的家，陕西宁强县汉源镇，是汉江的发源地。汉江就从山下这条小小的溪流出发，流向远方，并在3000里外汇聚成烟波浩渺的丹江口水库。5月，距离丹江口水库中线取水口最近的唐王桥村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今年村里的土地收获的不是粮食，而是一种能给村民带来更大经济效益的中草药金银花。金银花是清热解毒的良药，作为一种耐旱植物，它的根系发达，有很强的保土固土作用，而且这种美丽花朵的种植不需要化肥农药，也就避免了土地残留的氮磷随雨水空气交换进入到丹江口水库。正是为了减少这些污染，库区周边的很多山地农田改造成了茶林果园。从源头到库区，人们以巨大的心血和艰辛的劳作呵护着江河之水的清澈与纯净。与此同时，国家生态建设投入以及来自受水区的对口支援也源源不断地回馈着水源区。
在扬州江都，24小时运转的自动水质监测站，一直不间断地监控着东线水源地的水质。海巡动六四动两，海巡动六四动三到上游。此时，一场海试演练正在东线取水点三江营展开。这是江苏扬州海事局针对应急突发性水质污染事件做的联合演练。各海民注意，现场正不设围栏，海巡动六四动三，海巡动六四动三。从江苏到山东，整个东线建立了预警机制，随时处理陆地和河道中出现的突发事件，保证疫区清水安全北上。在南四湖，已经收网多年的渔民杨成超又开始打鱼了。哎，上来了。流入南四湖的53条河流一度鱼虾绝迹，但从2010年底开始，这些河流全部恢复了鱼类生长。当湖水重现生机，人们用10年时间创造了一个生态奇迹。2012年，东线黄河以南36个控制断面首次全部达标。在通水之前呢，今年的1到5月份，我们环境保护部组织了各省对流域进行了水质监测检查。东线的45个断面经过监测检查，表明总体水质稳定在1到3内。2013年11月15日，东线1期工程正式通水运行。浩浩北上的长江水，流过李运河，流过南四湖，流过一片片苍翠的人工湿地，以汩汩清流润泽着华北，润泽着胶东半岛。2014年汛后，南水北调中线将正式通水。中线和东线两条各1000多公里的清渠，在中国版图上勾画出一个人水和谐的壮美场景。人们不仅建设了南水北调这一实现江河之水跨流域流动的伟大工程，也建设了一个水资源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一个以青山绿水构筑的美丽中国。